我的关心的来自嘉义县的消息，民雄乡公所举办打猫妄想症2017民雄最佳伴手礼票选活动，由东京大学器官系团队以两年获得经验和厂商登记活动，人选优质有代表性业者，提供网络票选也累计超过300万票，得名的金猫奖是望来山系的。小朋友拍鼓吵得气氛，这是2017民雄最佳伴手礼票选的颁奖现场。20号当时邀请业者共享盛举举办市集，现场贺刚迎合这位乡代表品尝美食带来宣传。地点是特别邀来到嘉义市的奈斯百货广场举办。像较拄仔我食的啊，这个金钻凤梨就是民雄金钻，还有宜兰花凤梨，还有萝卜糕，还有望来山的往来酥，这拢是民雄足特色的。这个伴手礼的这个好产品，这是民雄乡公所和中正大学器官系团队合作，延续第一届打猫市集，关怀当地小农理念，在第二届扩大举办票选活动，就由中正大学器官系连续两年获得经验和厂商登记接受活动，集评最佳伴手礼的票选。我们系管系也要能够走出来，跟社区结合，跟在地的小农们一起了解市场，然后了解环境。民雄最佳伴手礼的这个票选活动，超过30万人，超过30万人，所以表示我们民雄的所有的农特产非常的多，而且非常的棒。啊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啊，透过我们中正大学的啊，气管系啊来承办这个啊活动嘞，非常的有意义啦。根据了解，第一届打猫好市集在2016年1月17号举办，在乡长何家兴的重视和支持之下，委托中正大学器官系团队持续举办，并借助民雄乡带来观光效益，也打造民雄伴手礼的品牌形象，也建立三观和合作的机制。而2017民雄伴手礼票选金猫奖望来山。以猫奖花果村庄、土猫奖高滨，另外也设立专家白猫奖、网络黑猫奖、特色花猫奖、饕客加菲猫奖、创意叮当猫奖等的奖项。新闻客家红家己去采访报道。